大家好，我是巧手女工编织坊的房主，我来教一下大家怎么关注那个我们家的那个微信公众号啊，因为好多在淘宝上面或者是微信上面，好多客户他都说不会用手机关注，就是说找不到那个账号我们首先是打开微信，然后这个右上角微信的就是微信的右上角有一个加号，然后这边有一个添加朋友。 点一下，大家不要在这个搜索框里面搜索啊，是在这个最下面，就是那个这边添加，就是加号这边有一个添加朋友，然后最下面有一个公众号。点进去之后，然后在这个里面搜索我们家的公众号的全拼是“巧手女工”，大家看一下啊，是这个“巧手女工”拼音要输对了啊，是全拼，拼音要输对了，不要有空格，什么东西都不要，就全都是字母。 一连串下来的，一连串下来的，然后输进去之后，大家看一下会出来一个，出来一个这个。如果大家的手机上没有出来的话，这个最下面就是这个键盘的这个最下面有一个搜索，大家看到了吗？有的有的人的手机可能不是搜索，是一个那个箭头，是一个那个箭头。我们这边是搜索啊，点一下搜索，大家看一下这边就会出来一个巧手女工编织坊店铺，然后点击进去，这边有一个关注，直接关注就可以了。 大家想看视频在哪里看？这边有一个免费教程。有的人他点开的时候，或是这一个对话框，对话框，然后如果大家想谈到刚才刚刚的那个、那个、那个下面有有两两两个字母字的那个，大家去点一下这边的这个键盘，这个地方点一下，然后这边有免费教程，大家看一下啊，免费教程这边是棉鞋的，这边是拖鞋的，这边是上鞋的，好多人就说找不到，大家看一下啊，就是免费教程。 这边有一个上鞋的，这边就是上鞋的，跟小黄人的勾眼睛的那个，然后这边就是拖鞋的教程，然后这边是棉鞋的教程，大家看一下啊，怎么观看？点进去，然后这边就是，嗯，这款新太阳花的这个棉鞋的增数表加上视频，视频在哪啊？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最下面有一个阅读全文，点一下就可以观看视频了。 视频就会出来，然后大家直接点击看就可以了，就是这样操作的啊。如果大家想想购买材料包的话，这边有一个如何购买，然后点进去会告诉大家怎么去淘宝上面购买我们家的那个材料包，就这样子的啊。大家如果不会的话，就按照这个上面的操作步骤，然后来完成那个关注公众号。